这就是我现在的肥样。我们开始训练。100天，就是今天。哇！这次影片的计划就是我要挑战健身100天。对，那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，我这次回台湾在教澳洲的轻隔间课程。那虽然工作的部分还是很辛苦、很累，不过在时间上相对的弹性自由许多。没错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借由这次回台湾，能够来挑战这个企划。然后前阵子也在 IG 上找到一个台中的健身教练，OK， 让我们欢迎他 ，Jac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然后这次我负责为的这个健身100天的计划。对。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准备差不多一周，我带他上课3次左右的时间。嗯。那他可能就会找其他时间来自主训练这样子。好，那教练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吗？等一下好了，我觉得要先让大家先看一下你的体态，然后可以对比一下这样。体态，你说现在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们直接把衣服脱掉。直接把衣服脱掉。对，直接脱衣服，直接脱。OK，Oh、okay, my god， 我回台湾狂吃哎，就是那个炸物，因为你知道澳洲没有咸猪鸡什么的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健身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下你现在的饮食的状况，这样啊效果会比较好。OK， 来吧。我很害羞，我从来没有在就是观众面前这样子。可以。好，这就是我现在的肥样。我觉得就是健身这件事情的话，还是要看你自己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，就是哪边想要做加强，然后我再带他去做训练这样子。我其实主要蛮想要加强，就是让我的肩膀变得更宽，嗯，然后可能胸肌还有腹部的部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开始训练。OK， 好，先跪着，先跪着，然后棍子帮我放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右手往上抓握。我们做完了，这是 day one， 然后我发现我的姿势好多地方要被调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练的关系。没错，我在开始执行这个健身100天计划的时候，我先去体育中心验我的 in body， 那我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现在的体脂肪13.4，希望100天之后我的体脂肪可以降到可能8吧，这是我的期望数值。Hey guys， 今天是企划的3天，然后刚下班。OK， 然后现在赶快去洗澡，因为要出发去健身房。拜拜，喵喵。嗨 ，Hello。开练喽！开练了，开练了。不要来找他，他会让你们很累。这个就是我平常的早餐，坚果就是补充一些脂肪。我原本没有吃坚果，但是教练跟我说，我还是得摄取一些好的脂肪。黑咖啡必备的。这2天的训练，才觉得说健身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容易的事，在姿势上面的调整，手臂太弯了，胸要挺。然后今天会拍这个 vlog， 主要也是稍微记录一下我现在的三餐，就是最正常、最健康、最干净的餐点是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早餐吃了463大卡，这一颗真的超方便 ，Best Secret 这个。午餐煮好了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，然后没有什么运动量，那就是吃菜跟吃菇，然后吃点鱼。OK， 今天真的是太热了，所以来家里附近的游泳池。
最后一餐晚餐，鸡胸肉，白菜，小白菜，一颗蛋，然后饭，爆量的饭。教练叫我相信他，就是照他的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还有脂肪，他有建议我啦，建议我一个数值，每天一定要达到那个数值。撑开，来上，对，再来，挺好。来最后一个。哦，好嘞。现阶段的我，我现在就是充满的热忱，对于健身这件事情，好像多少有点改变，因为还有就是饮食控管，身体的体态稍微有一点变化，觉得就是那个重量慢慢往上加的那个进步的感觉，也还蛮开心的。Hey guys， 我刚健身，然后游泳回来，然后想说偶尔可以吃个外食啊，健康餐盒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看起来蛮可口的、啊，对，然后它是用紫米饭。教练说我一定要补充大量的碳水才会长肌肉。我刚开始很抗拒这件事情，我们试试看啦，就是照教练说的去做做看。总共是212，对吧、啊？还行 ，OK。好，我们今天下课要去干嘛？健身。对，超爆了，超爆了，超爆了，上课超爆了。他们很努力的在学下料，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好，8月10号要去澳洲。Hey guys， 我们现在午餐，我们今天吃附近的 Seven，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地瓜，还有鸡胸肉。我第一次哎，30块的地瓜，我口欲没有很强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吃。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包含雷才做几组？2组，2组就包含了。Oh my god！ Hey guys， 我刚去完健身房，然后现在回到家，然后要来备餐。我觉得我大概有搞2个小时哎，超久的，这样子把它摆起来，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Hey guys， 今天是 day 25，今天一样来上重训，但是在重训之前，我要先去整脊吗？那叫什么教练？你要说整脊整腹还是运动按摩？是的。因为上次在做重训的时候有嘎嘎声，然后教练觉得怪怪的，所以我们先来做个整腹。啊，我觉得一个是腹部体脂肪变低蛮多的，然后就是你胸就是有明显的有进步，就是跟肩膀的切线有出来，你看我转侧身看看手臂，那因为我们手臂最近练的比较少，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这一个月都是在做一些胸啊肩膀的训练。哎，大家早安，今天要来泡一杯橘子送我的哥斯大黎加蓝火山咖啡豆，1500块左右。超贵的，哇！我想要，哦，这豆子比较硬哎。它有那种果酸的香味，还蛮好喝的，就是比起什么其他星巴克的豆子。好 ，OK， 现在开始做我的早餐。做完了，今天我去健身工厂，
因为我的朋友他送我了我一个月的免费体验。OK， 等下见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多人的健身房，对吧？一直以来都是在 Jack 那边的工作室，然后还拿着相机这么大 can 那边这边拍自己做就是健身的样子，有点小尴尬啦。对 ，OK， 那今天是38天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Hey guys， 我现在人在奇迹整复健身房，然后今天是大概60天。对，健身了60天，第62天，然后是满健身2个月嘛，差不多，所以每一个月都要看一下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体态的变化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会脱衣服。Hey, what's up？ 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要验收了。验收。压力山大。你最近有没有认真？有啊，前阵子有一段时间不认真。好了，来吧。不要废话。肚子收一下，就胸有饱满一点点。肩膀有比较立体一点，就从侧面来看，胸型有进步一些，但那个腹部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多练一点点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看你有没有健身，哎，只看腹肌，腹肌还是要多练一下，要迎合观众的口味。好，没错。继续练。Hey guys， 刚到家，其实我现在是很疲倦的，就是已经做了2个月了嘛，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调整，然后左肩膀也是最近受伤。肩部的代偿太多了，所以才会导致这边的酸痛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好挫折哦。我只是想说，健身呐、啊，健身真的是不简单。OK，keep fighting， 我可以的，加油。今天来看脖子，上个礼拜健身做那个肩推的时候，有点拉到了。Hey guys， 今天是 day 90，今天算是比较特别，我们来吃乌马烤肉。为什么来吃乌马？因为哦，儿子说想吃乌马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生日啊，下个礼拜就要生日，然后他们刚好上来台中，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早一天来吃乌马。OK。生日快乐。烤肉一定要搭配生菜，对不对？来一点烤肉酱。然后乌马他们的生菜是可以续加的。嗯，卖。生100天，100天，就是今天去找教练前，先剪个头发。All right, guys， 我来到 Jack 的工作室了，然后今天是100天嘛，所以我们要干嘛？要验收结果。要验收结果，对，最紧张的时刻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来比一下。比一下，嗯，有点难诶。
我觉得肩膀跟手臂的进步幅度不错，肩胛骨也比之前好，之前那个肩胛骨比较飞出来一点。所以还行吗？这个其实算三个月来说算有啦，成果有出来。主要是我觉得我前面一个多月我都在被健客调整姿势，然后教怎么使用器材，然后包含我之后自己去健身房去摸索一些新的器材。三个月我真的觉得蛮短的，然后而且中间还有受伤，就是因为自己姿势不对，然后对器材不熟悉，那受伤那个重量就上不去，进步的幅度就会没有那么高。我觉得可以啦，至少有更加有差别出来，就是你有持续做下去。OK， 那这就是这一个大计划，真的大计划。这一次影片拍了三个月又十天，超久啊，超久了。对，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在台中的话，想要健身可以来找 Jake， 那我会附上 Jake 的 IG and 他的工作室，附在资讯栏底下。